而且你手机以前应该没有贴膜，手机摔碎了，挂屏幕挂花了。哦，有段时间没注意。那这个一天买回来就像这种啊，下面一层。对，然后上面再撕。而且撕的时候像这样。我刮了呀。然后第二步你应该就没有弄。它中间是个折叠的，你应该买的是表，应该也是这样。是这样吗？那你弄的。然后这样嘛，比较弄好。那个都是十九。这样刮。不是这样刮。要刮快点。就是第一次的时候，它里边有一些布灰在里面。那这样要刮，弄不出来了。要刮好一点，刮快一点。看，我再看看你的，要是有布灰在里面，你要给我重新整。你看。不是我看，你拿这个喷一下，喷一下，擦一下。还没弄好，你这现在看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没气泡了？你不要用手弄两边，我还没还没。那你先给我弄了，两边都还是翘的。对，我还没弄好。这样。好像两边还是翘的。还上面还有一层。嗯，对对对。我第一次就。哎，我说那个是翘的呢，结果第二天我才发现。这样，你是这样取了过后，然后还要弄。我第二天才发现还有一层，然后我再把它撕掉了。那一种就不行了，因为已经进灰尘了，所以说你就这样就弄不下去。把它摁进去了，对，我就是这几天摁不进去了，因为你第一天没有弄它就已经有灰尘了，所以说你就按不下去了。这个你要这个这种曲面肯定要一次性贴好。